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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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是在这个
最后在最下面的。依佛活动往年在中正纪念堂举办，场部物资该向哪里借？中正区志工最熟悉。连续两年受疫情影响，改在临济护国禅寺举行，志工特地前来协助筹备。大家就是没有分，就是一家人。那我们要以我们过去在中正纪念堂遇佛的经验，那我们就是协助他们去调派这所有的物资来到这个地方。大同中山区志工小组一周来紧锣密鼓开会准备，把握时间多次敞开，从协调，然后场地规划，然后布置，然后就是已经大概筹备了一个礼拜，到今天法会完成，是这个过程很多的协调啦，也很忙，但是其实是很欢喜的。时间上有限，我们要如何来完成这件事情？其实大家虽然说很累，但是很幸福。集结众人之力，为佛祖诞辰献上诚挚祝福，也透过活动筹办，再次凝聚彼此感情。大爱新闻张泰林、张略嘉台北报道。各地社区遇佛。